金音创作奖第十三届最佳创作歌手奖入围名单，黄建伟《游牧》，猪头皮《防疫清冰箱》，李全哲《爱情一阵风》，夜影《活得像自己的名字》，熊仔 Pro Yellow 黄轩 Beanstalk， 恭喜耶、yeah， 来来来，我们同样的看一下最佳创作歌手奖，从黄建伟到猪头皮老师、李全哲、夜影、熊仔，哦，也是老师级的哈，那包括了 Yellow 黄轩以上的几位创作歌手，来，我们再一次给予热烈的掌声。